要开始了，个人拍摄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现在有点激动，因为我不知道待会儿要拍什么东西，我只知道是在一个走廊里走出来，然后也可能是跳出来 freestyle 跳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可能看导演要怎么拍之后，就是我想做点准备，但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你怎么把音乐关了？我还想让旭哥哥 freestyle 一下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养精蓄锐一下，养精蓄锐。待会儿让我随时跟拍，可能也就五分钟我就走了。今天记者小陈随时为你报道。什么叫养精蓄锐？蓄势待发，准备出击。哦，全去出击。要开拍了，什么心情现在？还是刚才一样，我看很期待。帅，这个镜头看一下那个现场。拍不到，拍不到，拍不到，感觉很酷，但是又应该挺难的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。你拉远一点，好好想一下。进去以后，还是放开就好。是的，不要想。加油！加油！很帅，你放心，他的颜值能打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哇哦！今天的我的造型很狂野，比昨天是那种刘海挡住眼睛。解释一下，昨天的风格呢，是头发长长的，然后眼睛若隐若现的感觉。今天呢，就是非常清爽，然后呢。你不说你今天这个更狂野吗？为什么说就是狂野，就是那种露出来额头的。因为我昨天我的发型，你的重点在哪里？你今天的造型，今天的造型吗？今天的造型让我找一下重点，知道吗？因为说实话，我很少把额头露出来，对吧？之前你见过也是，我平时的话，因为头发很长，所以我一直都是过眼睛这样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新的风格。就是重点在哪里？能把五官凸显出来是我的项链啊！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。这个项链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手铐。不，这是我们 boyhood 的标志。你这样拍 ，boyhood。如果到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 logo 就知道了。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boyhood？ 为什么叫 boyhood 呢？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是一个，因为是秘密，所以不能告诉你们现在。我来给你们讲一下 ，boyhood 为什么是一个数字八？因为难道是有八个人吗？不，当然不是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知道计算器上的那个八吗？不知道。那种方方正正的。知道。哦，它那每一个杠都代表着一个含义。但是具体都是什么呢？那个计算机里的八不是有七个吗？有七个杠啊。那七个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，咱们是六个人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是谁？粉丝们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对呀、啊。那这八个是什么代表？你说一下呗。因为在那个特别漂亮的舞台上看起来这个会特别的亮，对，他的荧光，我的荧光，对。然后待会儿拍摄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拍一下让我看一下我自己的。朋友们，拍摄 MV 前一天晚上鼻子被蚊子咬了一个包，它肿起来。但是我已经敷了一天病了，应该好了一些。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？看，我抓到一个人。Hello。
好敷衍啊。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小啾啾，看得清吗？但是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性格。这一次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性格。我觉得这一次拍 MV 我的变化特别大了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从风格上彻底就是本来我也不是那种，那个 MV 的时候我也不是那种风格。你在看什么？蚊子包是吗？他好像咬得有点歪，然后导致你的鼻子好像有点歪了，是不是？就一点点，没事，蚊子包，大家咬歪了，理解一下。他没有咬正，就是从这看的话，跟发现这是鼓起来的。我在看工人们拆舞台，我在感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这么快就没有了。我们刚拆完，也就一个小时，就把一个这么漂亮的舞台给拆掉了。所以，舞台真的是很厉害，搭的也很快，拆的也很快。你动一下。啊，有人了吗？